害怕，上帝会帮助你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所以玛利亚说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上帝。小孩讲，他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成为耶稣在地上的母亲。好，跟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。虽然做错了事情，可是我还是爱着他，正如同天父上帝爱我们一样。